大家好，这里是明镜《民进火拍》的有约读书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斯维特拉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代》这本书。我们知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苏联开始了艰苦的、充满痛苦的社会转型。虽然人们都知道旧体制的弊病，虽然人们也一般性的知道进入新体制需要付出代价。 但是，当转变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它是那么的可怕，那么的难以忍受。社会转型不但充满了不公不义，而且充满了残忍跟血腥。除了少数大发横财的人，一般普通民众就像路上不起眼的小石子，被人不经意的铁飞落到沟中；他们又像路边孤零零的小草，被历史的巨能碾压。 默默无声的消失。苏联的巨变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教训。人们遭遇到的痛苦是历史发展的必要代价呢，还是某些历史罪人的做的孽，亦或是一般人的人性恶、哦、产生的苦果？等等问题不一而足，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跟回答。《二手时代》这本书无意回答这些问题，但它涉及到了这些问题。它把种种无情的事实记录下来。 供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思考跟回答。现在我们来看《二手时代的第二部》，讲述了讲述的一个悲惨的凄凉的故事。讲述者名字叫做刘米德拉·马利克娃，他四十七岁，职业是技术员。在他的回忆中，与改革一道来到的是家庭、学校、工作单位中人们的对立跟争论。在电车上。 经常听到年轻人咒骂列宁、斯大林和苏共林、林苏联共产党，而老人们呢，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听了年轻人的咒骂，一声不吭，默默默默地下车了。可能他们不敢跟年轻人争论吧。马利科瓦的学校里有一个年轻的数学教师，他就是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而另外一个年长的历史教师，则是支持共产党的。两个人在学校是。 争论的打得不可开交。他的外婆在家里说：“现在是跑单帮的投机分子取代了共产党。”这个意思实际上是对于那些改革出现的新现象是看不惯，跟采取那种很轻蔑的态度吧。跑单帮的人，那投机分子取代了共产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同样有这样这样的一种态度。但他的妈妈呢，他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妈妈反驳他的外婆说：“不是这样。” 我们会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生活。外婆没有被妈妈说服，挖苦改革派，说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拿去换香蕉、换口香糖。他们一大早就开始争论，直到妈妈上上出门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继续争吵。电视里一出现叶利钦，他的妈妈马上就端着一一赶快去看，而且大声赞扬一个伟大的人物啊。 那赞扬之情溢于言表，而他的外婆是另外一种态度。他外婆不断的在胸前画十字，说：“罪人啊，上帝宽恕他吧。”选举的时候，他的外婆就把选票投给了俄罗斯共产党的领袖久加诺夫。后来改革了，一切都变得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不幸的是，妈妈在改革浪潮中间被辞退了，家里没有钱。 他想找一个跟他的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比他学历高的人都在当售货员跟当清洁工。他的妈妈是一个大专大专毕业生，根本就那些博士都在扫扫地，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外婆就对他说：“这就是你们的叶叶利钦干的好事，你们的盖达尔干的好事。叶利钦是当初俄罗斯的总统，盖达尔是改革派的政府的总理。” 就是你们叶利钦、盖达尔干的好事，瞧瞧他们对你、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如果情况再糟一点的话，就会跟战争时期没两样了。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外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苏联红军那种俄罗斯卫国战争，那时候的情况是很很悲惨的。他的妈妈在听他外婆这么说的话，就是沉默不语，没不再反驳。他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反驳了，因为生活太凄惨了。 他的外婆一生辛苦，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用他的话说，可以撑过苦日子，还能够给他办理料理后事也够了。但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能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那就是很惨。等于是自己终身的积累、一生的积累，就是变得几乎是一文不值了。 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持平的人家庭了。一个周末，周末的时候，外婆就死了。妈妈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很快就来了。但是医生要向妈妈问着要钱，不然就不给开死亡证明书，也不把外婆的遗体送到太平间去。他们是拿不出钱。医生说：“那你们想怎么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啊，市场经济就就就就,就这么回事啊。 他看到这家人实在没有钱拿出来，扭头就招呼救护车，然后就开走了。他没有办法，母女俩就把外婆的遗体放在房房间里面，等了整整一个礼拜，直到遗体都发臭了。他们打电话找亲戚帮忙，他们有很多很多亲戚，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因为他们需要的是钱。这些亲戚带了很多黄瓜跟果酱。 就是没有人能拿出钱带来。他的妈妈有一个堂弟在食品厂工作，在工厂里面用发罐头给工工人发当工资发。这个堂弟也来了，他也带了很多罐头来，但是就是没有现金。这大家就是那么狼狈过过的那日子。哎呦，正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人物，他们好像知道所有的情况。 一下子就解决了他们的所有的困难。这些人打了一大通电话，医生也来了，死亡证明书也开了，棺材也准备好了，灵车也准备好了，墓地也解决得好了。那些棺材、墓地这些还还比较考究的，反正一一切事情都突然就之间一下子就解决得很完满了。那些人看到他们家里空空如也的冰箱，还带来了大量的食物，把他们的冰箱塞得满满的。 还送给了马利克娃一条牛仔裤，这是同伴们羡慕的要死的。这跟中国的情况一样，在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牛仔裤是奇货可居的，大家都很羡慕，是个非常时髦的东西。那些除除了把冰箱跟他们塞满以外，还送送了一条牛仔裤给他们，成为那同学们嫉嫉妒的对象。 那就很奇怪，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这样的大善人，这么大一群大善人来帮他们解决家里的当燃眉之急呢？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后来证明了，原来这是一帮类似于强盗跟匪徒的家伙，看上了他们居住的公寓，其实是想对他们的公寓起了心了，要要要霸占他们的公寓，就对他们关心，实际上最后最后是需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而且闻风赶来的还不止一伙强盗，而且这些几派的强盗之间还发生了火并。后来这母女俩又拿了别人的东西，又欠了别人的钱，被连骗带赶的弄到了乡下的一个空房子里面去了。就就这些孤苦无助的人在受人欺负，是非常可怜的。然后呢，冬季就到来了，马上就要就是风雪交加的日子。 他们在那个乡下那种小破房里面，又破又旧的小房屋里，他们这这样的话是熬不过冬天的。幸好有一个人同情他们，把他们免费的有一个邻居免费的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他们就寄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的妈妈到处找生计、找工作，什么都找不到，非常之困难，生计极其困难。后来被一个阿塞拜疆的女摊贩雇佣了。 让他的妈妈去照看一个水果摊，妈妈是知识分子出身，以前干的也是技术工作，现在叫他守水果摊，他也很不适应。他当不来小摊贩，他也不好意思跟顾客讨价还价，而且呢，他还特顾面子，他把帽子使劲往往下拉，生怕他的熟人把他认出来。那这么干的话是，是肯定是赚不了钱的，很快就干不下去了。那。 阿塞埃阿塞拜疆的那摊主又又把他给解解解雇了，因为他根本就卖卖不出去水果。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机会，有在那里有一个美国的基金会 NGO 的民间组织出了一个广告，说要招一个大学毕毕有大学学历的人，但干的活路干的活是清洁工。 他母亲去应聘，当然他母亲是大学生了，就应聘上上了。然后他们就稍微过了一段比较轻松的日子。他们母女俩还有一点钱，因为呃美国的基金会给的钱还可以，还一起租了一个公寓房住下来了。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的话，基金会就关门了，他们也就没有钱，也也租的房也付不了房租，也只只能赶被赶出去。 他们俩母女俩就开始在大街上流浪，住的地方是住在路边或者是楼梯口，经常被人赶走。哪怕是到了已经是晚上，也不管是下雨还是飘雪，只要有人赶赶他们走的话，他们就只能离开。然后他们过着这种动荡不宁的风雨飘摇的生活，他们就到处乱住，然后一大早呢就到火车站去。 在火车站的厕所里面梳洗跟洗衣服。如果在夏天的话，情况还好一点；夏天的话，五六年就可以直接的睡在公园的长椅上。秋天的时候呢，他们搂了一大堆树叶，树叶也是比较暖和，就直接躺在树叶上睡觉。但到了冬天就是很惨了，在火车站也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在火车站，他的妈妈跟。 那些专门驱赶跟抓捕流浪者的执勤的警察就打起架来了。那警察可能要驱赶他们走，他妈妈不服气吧，就被拘留了好几天。这对他的母亲来说是实在是太艰苦跟太难于煎熬的这种日子了。有一天，他的妈妈妈对马马马克马利克瓦说：“他说他要到外地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是有住房。” 他们可以寄居在那个女人的房那那地方住，然后他母亲就跟他告别就走了。到了晚上的时候，玛丽克瓦就接到警察的电话，告诉他说他的妈妈被火车撞死了。他现在接到警察的电话以后，他才想起了他妈妈跟他告别的时候那种眼神。 是不对头的，不对劲儿的。又想起了他妈妈临走的时候买了一瓶伏特加，伏特加酒随身带着。他就断定，可能是他妈妈想自杀，是没有勇气的话，还带了一瓶酒，仗着酒劲儿才有勇气去自杀。所以他断定，他的眼神跟买买酒这两件事，他断定他的妈妈是卧轨自杀了。他的妈妈在那种漫长的、难熬的、屈辱的日子里面。 一个知识分子妇女，年轻妇女再也支撑不住了，就自杀了。后来警察告诉他，火车拖着他妈妈跑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他还没死的时候，还被送到了医院去急救，在急诊室、急诊室里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但终于没有抢救回来。死之前还说出了出于自愿这样的话，就他的妈妈不想连累别人，还告诉他实际上自己就是决心要自杀的。 他妈妈死了以后，玛丽克娃她就只能进收容所了。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也不一个小女孩也不是一个办法。那她到收容所那收容所的日子当然也是不舒服的，但是即使是这种不舒服的日子，也不能过得太长久。在她满十七岁的那一天，就刚满十七岁那一天，收容所的院长就把她叫去，就告诉她，因为她的年龄大了。 这天，今天就刚满十七岁，他已经被收容所除名了。就收容所只收容你，只管你管到十七岁，一到十七岁就得把你赶走，那你自己就要出去想办法了。他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走投无路。他后来他只想了半天，就去投靠他的舅舅，生前有一个跟他舅舅同居的一个女性，叫做他把他叫做拿家阿姨。他后来他的舅舅死了。 这是拉家阿姨跟她的舅舅没有结婚，但是同居了一段时间，她只能去投靠。她想，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人了。拉家阿姨是长期一个人独居，她不习惯于跟别人住在一起，当然也不是很愿意跟他让他来。但是他实在没办法，只能把他收容了。所以他就跟拉家阿姨两个人住在一个又小又黑暗的房间里面。 这是一个他那家阿姨嗯不情愿，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他跟他的那家阿姨说说只住两个月，就暂暂时住两个月，想到办法就走。但是呢，这一住住下来就住了一年，那家阿姨就问他说：“你刚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在这里暂时住两个月，然后就嘛就就搬走，现在已经住了一年了，怎么回事儿啊？”他也说不出话来。 邻居也不喜欢他的邻居多一个人还，还还是会邻居会觉得会打搅到自己。邻居还打电话报告了警察，警察也来过问，就搞得他非常之狼狈。但是呢，他实在没有去处，你叫他到哪儿去，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他呢也无话可说，自己说好了住两个月，既然住了一年了，也没办法，他就只能哭，只能傻傻的哭，没任何办法。 那家阿姨呢，也只能陪着他哭，也也不好把他憋走，也没办法，就这样就赖在那里，又住了一年，一共住了两年。那他后来怎么办的呢？后来他和那家阿姨的侄子叫热尼亚的小伙子讲恋爱，而且又结了婚了。热尼亚的母亲是一个朴素的农家妇女，他们一家人连一本书都没有。 但是马利克瓦呢，总算是过上了投靠了这这一个农民的家庭，总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吧。就这就这就,就，他他们的凄惨之的日子才暂时告了一个段落。这这故事就是这样的。然后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苏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间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民族仇恨。 在历历史上是久已存在的。在以前呢，由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暴君斯大林，他实行铁铁腕统治，由于有苏联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压制，民族矛盾呢就被掩盖跟被抑制住了。而一旦苏联解体，长期积累的矛盾一下子就以猛烈的力量就爆发出来，很快就演变成公然的歧视、驱赶、攻击，甚至屠杀。 《二手时代》这本书就讲述了一个亚美尼亚难难民玛格丽塔的故事。这个玛格丽塔，她生活在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塞拜疆的首首府巴库。她的男朋友呢，她是后来的丈夫是一个穆斯林。这一家人是两个民族，这这问题就就就产生了。玛格丽塔说：“她她在苏联解体之前，在民族矛盾爆发之前。” 玛格丽，他说，在巴库，他们好几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面的同一栋楼里边。那里边有阿塞拜疆人，有俄罗斯人，有亚美尼亚人，有乌克兰人，有鞑靼人。大家住在一起，好像是一一一大一家人一样，欢欢喜喜，亲亲热热的。大家呢都是同一个国籍，都是苏联人，讲同一种语言，都是使用俄语。过节的时候。 每家人都夜不闭户的狂欢，任何人都可以走走到别人家里去，人人都是贵客，享受手抓饭跟红茶的招待。你到别人家里去，别人就拿出做的很精美的手抓饭跟红茶来招待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夜之间冲突就爆发了，在巴库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就开始了，他们全家就跑到外面去避难。 以前的好邻居、好朋友，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晚上就到了他们家里去，把电冰箱、电视机、煤气灶等等都搬走了。这以前那么好的关系，那么亲热的邻居，结果一出事的话，然后就一下就变脸了。他们家有个邻居，邻居有个儿子叫做阿拉尔，在学校跟他在一起的念念书的时候还是好朋友，而且还曾经想追求过他。 这时候呢，就说变脸就变脸，见到她的丈夫就用铁条去打她，说：“你算什么阿塞拜疆人？你是个叛徒！你和亚美尼亚的女人在一起，她是我们的敌人。就是她的男朋友和她的丈夫，就是也受到牵连，就怪她。你这人，你一个男子汉，你是阿塞拜疆人，怎么娶了一个亚美尼亚的老婆？那你是叛徒，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叛徒，叛徒就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日子就非常糟糕了。幸好这时候还有好心人在收留他、跟掩护他，把他藏在地下室、藏在阁楼里面，避免别人把他发现了要要对他施暴嘛。他自己就说他变成了毛根，变成了蝙蝠，因为待在待在地下室跟待在阁楼上面嘛。每当夜间听到尖叫声的时候，他就非常吓得发抖，而且。 变得毛骨悚然。橘色的土这种土壤的变化是开始于一九八八年的二月份。玛格丽塔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广场上有人聚会，他们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着匕首跟刀剑，唱歌跳舞，口中高呼“让异教徒去死，去死！”他这些。 这些暴民指的异教徒就是亚美尼亚人，因为亚美尼亚人信基督教，而阿塞拜疆人信伊斯兰教，所以他们高呼让异教徒去死去死，就是他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杀死那些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他又回忆他说以前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起吃饭、一起喝茶的时候都是挺亲热的，大家都亲密无间的，一起聊天、一起吃东西、喝喝茶。他、啊、突然有一天，所有的阿塞拜疆的女孩自己就坐坐坐在一起了，自顾自的就坐坐了一桌了。而所有的亚美尼亚女孩也自己也就突然坐在另外一桌。这件事是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她自己始终是搞不搞不清楚的。 第一次大屠杀发生在离巴库三十公里的叫做苏姆盖特的地方，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世界上著名的屠杀的惨案，就叫做苏姆盖盖特大屠杀。苏姆盖特是也是在阿塞拜疆境内，是在离首府阿塞巴库三十公里的一个地方，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他有个同事从苏姆盖特就回回回到巴库，就跟他们讲起在那在在苏姆盖特发生的事情。这个女孩跟他们讲这件事的时候，只是泪流满面。这就问他就你们家到底怎么样了？你逃，你怎么这么匆匆忙忙就逃出来？这个女孩说被洗劫一空。那就再问，那你的父母呢？这个女孩就回答，他们把我的母亲押到院子里。 扒光了他的衣服，在他身上浇上汽油，在他身上点火。他们还让我怀孕的姐姐围着篝火跳舞，再把他杀掉，用带尖头的铁棍把他的孩子从腹中挑出来。 那讲的是非常惨不忍睹的。至于他的爸爸呢，他说他的爸爸也被他们砍死了，是用斧头砍死的。砍死砍死以后已经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根本认辨认不出来到底是谁。结果是他们的亲戚凭了一双他父亲穿过的鞋子，认识这双鞋是他父父亲穿过的，凭鞋子才认出这是他的死去的父亲。他说那些男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聚在一起。 二三十个人闯进一家亚美尼亚人的家里去杀人，在母亲在父亲面前强奸女儿，在丈夫面前强奸妻子，他们烧毁汽车，在墓地里捣毁亚美尼亚人的坟墓，连死人也不放过。大家求他不要再说了，那太太凄太悲惨了。这故事劝他干脆哭出来，哭出来放声大哭一场还要好一点，但这个女孩停停不住说话。 他就想倾诉，也哭不出来，就一直讲这种很悲惨的故事。在巴库，这种屠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遭到杀害呢，不光是亚美尼亚人，还有那些好心肠的收留了亚美尼亚人的人，这些人也遭到了毒打跟屠杀。 玛格丽塔躲进了一个阿阿塞拜疆朋友的家里，直到俄罗斯军军队开来以后，平息了这种暴乱，才把他们解救出来。即使是躲过了以以前的那一劫，但是这种种出的攻击、种出的歧视跟虐待还是躲不开的。玛格丽塔她很早就怀孕了，在这个时候，在暴乱发生的时候，她她就临到快要生产了，她打电话叫救护车。 对方一听说他的问一问他的名字，一听就听出来是亚美尼亚人的姓氏，就立刻挂断了电话，就根本不理他。然后他们自己到妇产科医院去，一拿出护照，对方一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亚美尼亚人，从名字上能够判断。他们立刻就说没有床位，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不行。最后，他的妈妈联系到一个乡下的老助产妇。 那是一个在乡下很落后的、很偏僻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助产妇，这是一个非常冒险、很很不安全的地方。但是是没有办法，最后靠他妈妈这个办法，找了一个偏穷乡僻壤，找了一个老助产妇，勉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都逃离了巴库，因为巴库是已经成了种族虐待的人间地狱，是待不住的。另外一方面呢。 在巴库本身也充满了难民，那是就是另外一个种族，另外的从外另外地方逃到这里来的人，他们是从亚美尼亚逃过来的阿塞拜疆人，这些也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的。在他们的家乡，就是在阿塞拜疆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呢，刚好相反，就是亚美尼亚人对阿塞阿塞拜疆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人杀害阿塞拜疆人。 把把女人从窗户里面扔出，从窗户里面扔出去，砍掉人们的脑袋，然后朝死人身上撒尿，反正就是极尽侮辱之、蹂躏之、轮式吧。在这种恐怖的、恐怖的气氛中间，玛格丽塔跟她的丈夫下决心要逃跑。他但是玛格丽塔的名字一看就是知道是亚美尼亚人，就是非常插之难飞，很困难的。结果呢，他们就拿假证件。 然后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阿塞拜疆的姓氏，用了这一种种的想尽了办法，而且等了三个月，然后才买到了飞莫斯科的机票，就从巴库就飞到莫斯科去了。他们在莫斯科就安顿下来了，但是呢，问题在于他们在莫斯科只是难民，他们没有莫斯科的户口，没有莫斯科的医疗保险，他们立立脚在莫斯科立脚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几年以来，玛格丽塔在莫斯科就靠什么呢？打扫地铁，在地铁里面打扫，打扫厕所，在建筑工地搬运砖头跟水泥这么干。然后她的丈夫呢，替有钱人家维护、维修、维修住房，用这种办法干，跟别人守门之类的。警察经常找上门来检查证件。 这时候他们只能东躲西藏了，因为他们证件是假证件，而且不是莫斯科的户口，是不能在莫斯科有合法居留的。他们东躲西藏，女儿想上学呢，也没有莫斯科的户口。女儿到了莫斯科也很想玩一下莫斯科，当然好玩的地方、好看的地方是非常之多的呢。他女儿也听说了，就想到红场上去走一走，红场附近很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去看一看。但是做母亲的是不让自己女儿去。 说那里有光头党，有新纳粹，这些光头党跟新纳粹就是搞那种种族歧视的，就大俄罗斯人，他们自己不是俄罗斯人，到那里去是不安全的。尽管他们一家人脱离了险险境，但是仍然看不到前途，看不到这希望。苏联的社会转型不但进行得很缓慢、很艰难，而且还出现了反复跟倒退。 民主化呢，不但没有普遍的实现，专制的体制还改头换面，甚至赤裸裸地建立起来了。白俄罗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白俄罗斯总统叫做卢卡申科，他从一九九四年的七月起就在白俄罗斯当总统。这里讲的事情是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九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的大选，然后这个卢卡申科他第五次。 当选为总统了，人们人这人民群众就不干了，觉得这次选举是是假选举吧？做了做了弊，他才第五次当上去的，他也当的实在是太久了。在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统选举日的当天，这天晚上在首都，白俄罗斯的首都叫明斯克，他在一个主要的广场，那么中心广场叫做十月广场。 有几万人就聚集起来抗议选举舞弊，示威者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且要举行没有卢卡申科参加的新的大选。和平的抗议遭到了军队跟警察的暴力镇压，共有七百多名示威者被逮捕了。女女大学生塔利亚·库列绍娃也参加了抗议选举，而且被被捕了。 《二手时间》这本书最后就是以对他的采访作为结束的。库内萨瓦在回忆他参加示威活动的心情，开始的时候是还兴高采烈的，还慷慨激昂的。他说，他也充满了自信，因为他们是合法的，既符合宪法，也符合当地的法律嘛。他说，我们是在自家的门口举行游行示威的，归根到底，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市。 我们自己的国家宪法赋予了我们有机会示威、游行和言论自由。我们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们要让当权者觉得我们不是盲目的复活的一群人，不是像跟随牧羊人那样走的温顺的羊群。他参加示示威的时候就做好了背部的准备。他想的很多，也想的准备的比较充分。他随身带了一个杯子。 因为别人告诉他说，如果关到抓到抓进监牢里去关起来，关到牢房里的话，十个人共用一个水杯，所以他觉得水杯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随身带了一个水杯好，好自己能够使用。示威者与军队跟警察对峙，一一边是人，就是示威者呢举着标语跟画像，另外一边的人是警察跟军人，就全副武装，他们是持手持盾牌跟警棍。 严阵以待，双方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事实上，军人当中就有与与他同村的一个小伙子，他还认识这个人。他们正在示威游行的时候，突然之间，哒哒、腾腾嘡，就响起了那种警棍敲打盾牌的声音。这就是警察发出的信号，这就是大镇压开始了。警用警棍来使劲的敲打盾牌，这种声音一号就是一声一声号令。 就开始大镇压了，一时之间，呼号声跟哭声马上就到处响起了。有人就大叫：“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他就感觉到那些打人的人在打人的时候，那警察跟士兵打人的时候，有一种亢奋感跟兴奋的这种快感。这些是在享受打人的愉悦，打人是有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库列绍瓦跟他身边的示威者被警察跟士兵打倒在地，他们的脸面就对着雪地，浑身冰冷。士兵用穿军靴的脚踢他们，然后抡着警棍把他们赶上了囚车。那一天晚上，所有的监狱、民事科的监狱，所有的监狱就人满为患。他们在囚车上待了一晚上，外面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度，容量是二十个人的囚车装了。 五十多个人，其实警察里面也有挺坏的人，他们把球把球车是大打开，让让冷风使劲往里面灌，把他们二十二十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把他们冻得够呛。在牢房里面也是很拥挤的，本来五个人关五个人的牢房，定额是五个人的牢房，塞进去十七个人。库里萨瓦他在牢房里整整的关了一个月。 他表现还是比较坚坚强跟英勇的，他拒绝认罪，拒绝在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的人员嘲笑他说：“难道你还想当卓娅不成吗？”我们知道卓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一个女英雄，就相当于中国的刘胡兰。她参加游击队去烧德国人的仓库，被德国人抓起来，跟最后。 绞死，绞死了，是苏联的，甚至是全社会主义阵容的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是一个英雄。所以这个审讯的人看见库列绍娃一点都不屈服，就嘲笑他：“难道你还想当卓雅不成吗？”就像中国这警察最最近对那些维权的人说：“你们还想当江姐吗？”就是同样一一个意思。他是关了一个月以后，在有天晚上把他释放了。 这囚车把他载到了一个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地，他自己手机也没有电了，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了，钱包里只揣了一张票据，那张票据是要告诉他，他要父亲在牢里的全部开销，他坐牢的吃住都是要花要花钱的，他在牢里没有钱，要以后还要把这钱补找回去。 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幸好他碰到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司机过去也在莫斯科曾经参加过游行，那人就对他非常同情，非常支持他，就把他免费的送进了城，他才好一点。被捕以后，学校就要命令他退学，在开决定他退不退学的会议上。 在会议上，除了有一个老教授以外，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都投了赞成票，赞成学校把他开开除。然后他回到他农村的家中，他就知道农村他们同村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是一个护士，工作是护士，他也参加了民事科的游行，也被解雇了。这个护士姑娘是特别惨，因为她刚生了一个小孩儿，现在也没有工作了。 而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当地参加警察镇压、镇压游行示威的那个小伙子呢，他就是另外一番景地。他给他的家里带回了巨额的奖金，还带回了很多东西作为礼品，就是他镇压有功。村里的人没有人理睬库里少啊，因为把他他们把他当成是一个恐怖分子。所以我讲了这个故事，我自己也感到这是一个相当暗淡的故事。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也许当中国发生巨变的时候，等待人们的也有很多同样的暗淡，甚至更加暗淡的故事。我们就以这暗淡的故事结束。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